们站在这个撑帽桩这个舰架上啊。这个时候呢，要求头要虚领，胯要下坐，两腿膝盖微弯曲起啊，如环抱一个极轻极薄的纸球，就有休闲啊。在松劲中球挺麻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放的时候心第一要排除杂念，心里要安静啊。第二呢，周身内外放松，而且光有松是不行的啊，要在松劲中求挺拔。这个挺拔指这个百会啊，头要虚领啊，百会上顶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光顶，但是这个肚子要掌握好。我们这个头往上领，但是如果领得太过了呢，啊，自己身体就会僵硬。所以要做到什么程度呢？既要领，而且不能让自己身体僵硬。所以说，啊，在身体放松的情况下，要求头要虚领。所以这就是啊，在松劲中求挺拔的意义。